在县政府里面，他说有些是专业进来的，有些是怎么进来的，特权，有些你背后是什么样的议员，他说我都一清二楚。哎，请问一下，有这样的录音带，我们监察院不要查吗？对啊，潘孟安把县政府屏东县县政府当作什么吗？当作你巴结议员，帮助当作你可以滥用特权，你爱安插什么人士就安插什么人士吗？这个国家就是你家吗？我觉得这件事情并不是单纯的好，这个黄建家对不对？黄建家离开之后，这件事情好像就断尾求生，好像就止血了。国家公务人员的一个官职，一个禁用的方式，被这群人把持滥用到什么的地步？我觉得这一点我非常非常生气。晚上跟我一起来打拳。